曾经非常向往一处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清晨，历史从我的梦中出现，水泛起一串串的涟漪，光聚集在祖屋的白墙上，声音在空中回荡，风吹起一阵阵的回忆。家乡的故事，有的听了让人伤心流泪，有的听了让人欢天喜地。你知道是哪只下的蛋呢？这两只我看看。喂，你不是急着要赶时间吗？赶时间也得挑挑看呐，捡个好的呀。好，就这两只了，多少钱？50。是50吧？50了，不见啊。好。那边哦，这边这边。哎呦，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哎呦，哎呦，你干嘛？小郭，哎呀，你总是不理人。哎呀，妈，对不起，小姐。I'm sorry。让我看看。你这报关表还没盖印呢，先去办好手续。哎呦，你一点没变样啊！别提了，在美国跟你分开2年，你头全白了。哎，嫂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别开玩笑了。小姐，一个人只准带一个大件，可你带了3件。I have 3 persons, so 3 big pieces. 1 person, 1 big piece. I know.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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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
看看。哦，对了，我得先去看看我女儿。I need your papers. 哦，快忙，快，护照。他们来了，拿。Jeff，你的护照。Mom，你的。这里可称不上是黄金地带啊。啊。记着点。来，我们先看一下图纸啊。这旁边是码头，前面就是公园。还有。主任，你们等一会儿，我去一下啊。哎，好的。对不起啊，我马上就回来啊。好的。哎呀，阿勇啊，你是怎么搞的呀？还在这磨牙呀？还不去码头去耀博的船呢？啊？爸，刚去港商来看地，我走不开呀。哎，地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呢？耀博这么多年才回来一趟。我已经让中旅社的光叔来替我接船了，我办事你就放心吧。哎，你呀，真麻烦，叫你办点事都不行。哎，爸，对了，嗯，记住回来吃饭，别又迟了啊。我记住了。阿勇，哎，你先过来把事儿办完。好，我来了。家乡整天也堵塞啊。是啊，这才叫城市繁荣嘛，这跟以前不一样了。杰尔，年轻时候一模一样，还说呢，都叫你宠坏了。哎，可他也解决了问题啊。哎，说的对嘛。开吧。谢谢你们，先生。啊，不用谢，这没什么。啊，快快快！开吧。我的乖女儿。Let's go。阿牛，这就是阿牛啊！真是你啊！叫你啊！没撞着吧？没事，没撞着吧？没事。哎呀，哎呀，你看，哎，快瞧瞧，阿嫂，阿嫂，二叔，哎，那是我女儿啊！二叔，看看看看，就快要比我高了。是啊，是啊。阿牛啊，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去说啊。好好，大家上车吧。我去拿单车，下去等我买的菜呢。拿单车。对对对，我来来，我来帮你。不用不用。哥，那就是我们的祖屋啊，好好看看。
这么多年不见咋了？真想你了。阿姐，这是四姑妈。嗨、啊，你看，这就是你的老家，老家啊。爹。爹。阿瑶哥，快下车了。姐姐，我好想你。喂呀。来来来，来来来，这是二叔公。二叔公，阿耀回来了。哦，阿耀回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大家都到我屋里坐吧。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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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师傅，来师傅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来来来坐，来坐啊。快来，你看，你看看，这盖的多少？那儿是鱼塘，这是大变样了，变样了吧？啊，看这大榕树长高了不少啊，盖的全是新房子。姐姐，快去看看，走，来。青堂，爸爸，我终于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姐，老哥，先进去拜祖先吧。我耀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拜祖先的。我还带来你的孙女祖弟来拜您。祖弟，还不快过来拜拜祖先？阿耀哥，你先起来，我来替你点香啊。好，点香了。我们皇家祖先都得拜拜。阿耀哥，你还记不记得怎么上香吗？当然记得。阿嫂，祖弟。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二叔公，大姨妈，来来，二公，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快快快，来这儿坐。祖宗神位在上，你在这儿。皇家儿媳诚心向您叩拜，保佑我们全家老小平平安安。哎，祖弟啊，你也得学着拜啊！来，就这样，赶紧举过头顶。哎，二叔公，哎，好，就这样，跟着我来啊！哎，喝茶。哎，很好。阿耀，你去招呼二叔公。跟着我拜啊！哎，让祖弟自己拜。哎，妈妈。哎，二叔公，大姨妈，你们坐坐坐，都来了。坐坐坐坐。喝茶。喝茶。老兄，哟，祖弟，祖弟，你在做什么？哎，哎呀，阿耀，你要这么教育孩子的呀？啊，怎么冲着我们拜？这不吉利，我们还没死呢。二叔公，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孩子不懂，不懂，是个孩子啊。大家快点，来来来，喝茶。祖弟，把头，哎呀，哦，
孩子。嗯。老师傅，来，喝点茶。瞧你呀、在美国一点不懂规矩。是啊。来，你们坐，喝茶。主弟。这孩子不懂。来，大家喝茶，你别再给我丢脸了。瞧他。姐姐，嫂子，哎，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哎呀，当了经理了，就忙得坐不住了。要走了，哎呀，哎呀，我先走一步，要走啊，慢慢聊，受累了。哎，祖弟，祖弟，我是要走了。马叔，再见。马叔，拜。马叔，你走哪儿啊？哎，哎呀，给祖弟介绍一下亲戚嘛。哎，来来来，这是大姨妈，哎，来来大姨妈。大姨妈，这是四表姑啊，你好，四表姑啊，欢迎四表姑，这是表妹夫，好啊，表哥，表嫂，你好，恩仔，快过来，叫表舅吧，表舅，哎，乖，叫我呀，姐，叫啊，恩仔呀，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啊，他可淘气了，啊，哎呀，我差点忘了，我带来一点东西想分给大家。祖弟，快去拿，快去拿花旗参茶、饼干，还有电器、日用品什么的，分给大家，快去啊！太好了，恩仔啊，你一定很想吃，对吗？来，跟我来。啊，我不去啊！来啦，哎，来啦！哎，我亲手做的，猜猜看，你最喜欢吃的。哎，救命啊！你拿啊！快过来，你们过来呀！救命啊！快来啊，你们！恩仔，怎么了？他坏死了。我有七七饼干吃，你们说到底谁坏呀？恩仔坏。好嘞，我来给你们分啊。出卖我。你一块，还有你。谢谢。喏，这是你的。哎，哇，多少年没吃过它了，太棒了。你闻闻看，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酸菜。Because you're bad, I can't give you one. 哎，他在讲什么呀？讲英语呀、啊，我们也学过的。I am a pupil, you are a teacher. This is a bag, this is a chair. Where is the bag? It is on the chair. 你们这儿也学英语 ？Yes, stupid. 骑自行车吗？啊，我们都会。就是他不会，啊，就是他，月姐不会。你们不要笑他呀。来，我来教你。没关系的，不要紧张，我来教你，没关系的，来吧，来吧，来呀，不敢。新科技日新月异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最新式的彩电，怎么样啊？彩电呢？哎，对对对对，摆在哪儿、啊、我也有啊。你看看这个，它不用手动的，是遥控的呢。哎，那阿勇看不看呢？阿勇阿勇看的呀。啊，谢谢了。来来来，我来，我来，来放这儿。哎，小心我给你。哎，你这人怎么搞的？Stop it！ 啊，这是送给你的。阿平，你太客气了，我们这儿买东西很方便的。啊，姐姐，一点小意思了，你们别见笑啊。药嫂子，我听说
你们在美国有几所房子，几辆汽车，哎，那可发大财了。我们住的是洋房，其他呢是公寓住宅楼。我们那栋房子有冷暖气，可以看到金门大桥。车房呢停两辆汽车，比这稀释多了。房子呢？啊，都出租了，每月收几千块，房客都是洋人。几千块美金？当然美金了。哎呦，那不当地主啦？当洋人地主有什么不好啊？这也是投资保值嘛。二叔公啊，阿勇，我爸爸呢？哦，阿勇啊，这个东西是送给你的，送给我的。哎，我牙不好，牙不好。啊，我跟你说啊，很厉害，这东西堆了一个。哎，阿勇啊，你怎么才回来呀？快来见你耀伯伯。哎，这是阿勇。伯伯你好，阿勇啊，长这么大了，够结实的。上午几个港商没来接你啊，对不起啊。哎，工作要紧吧？阿爸，我先做饭啊。啊啊啊！哇，长这么高，吃的多，长得高啊。这是送您的。你们先聊着啊啊，好，你去。哎，阿勇，阿勇，行啊，我也该走了。那是你婶婶呐，阿嫂，阿嫂，那是阿勇。哟，这就是阿勇啊，哟，这小伙子长得好大。今天晚上吃饭别忘了啊。别客气了，我先过去。哎，好的，再见。先走啊，阿平，我也该再见再见啊，再见。你明天早点来啊，早点来啊，走好，走好，拜拜。拜拜。谁呀？你在这干嘛？这里是我的家呀。这是我爸爸的家。你爸爸？这是我爸爸的家。我爸爸。Yes, Dad. 原来是个半洋妞啊。苏弟 ，Dad， 这是你阿勇哥，卡森庸。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别讲洋文嘛，这是你勇哥堂哥哥。你就叫我大哥。阿勇，别给我丢脸，快叫叫祖弟，大哥。哎，乖呀，我到里边先放碗去。哎，好。哎，我来。乖，真乖。藏了几十年，现在呀、啊，专为你开封啊！是啊，来来来，解开，别着急，来看我们。哦，是桃梅酒。那好了，来，老大，你喝点吧，这酒很甜的呀。我不会喝酒，不会醉的。那你喝啤酒啊。我尝尝。好，谢谢。哎，祖弟，你不能喝，你这个人见了酒就没十年了，今天见了面，大家都痛痛快快、高高兴兴的喝上一顿啊！耀哥，明天祭完祖先呐，我准备在这里摆上几桌，把村里的乡亲们呐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阿牛啊，这么多年不见，你整个都变了，样样安排的妥妥当当。来来来来来，我作为大哥的先敬你一杯，怎么样？来，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别给他喝酒了。哎呀，谁敬谁不都是一样的吗？啊，他不能过量。祖弟你也别喝。端起来，喝。不客气了。哇，家乡酒到底是怎么样？记得咱们小时候就喜欢偷这种酒。哎呀，他一喝酒就脸红，你不知道他会偷酒吗？啊，对对对对对，有一次啊，他喝醉了酒，抱着个酒坛子睡起觉来了，我呼噜噜呼噜噜，到最后啊，把酒坛子都打烂了。你呀，你才把酒坛子打烂了。你呀，别说了，别说了，好好，大家吃菜吧。来啊，我把酒坛子看起来。吃菜了。哎呦，来来来，来吃菜，好香啊！好久没闻过这么香的味儿了。来来来，祖弟，别吃。什么肉啊？你吃的就是他妈妈。来来来，很香。阿舅，别吃。怎么了？祖弟，怎么了？那是他。哎呀，都别吃嘛啊！狗肉。哎呦，还给他喝酒。他还不习惯。对对对，吃狗肉啊！快吃吧，以后习惯就好了。就你别吃了。
行啊，这玩意儿还真考功夫。火烟赛过活神仙。哎，阿牛，你抽吧。阿牛啊，你还真行，有功夫，有功夫。阿牛，别抽了，你不是抽香烟的吗？哎，是啊，后来啊，阿耀他爹啊，就教会我抽水烟了，那更过瘾呐。哎，阿牛，我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你都跟我说说啊。啊，你爹啊，他说啊，这祖屋里啊，样样都是宝，要好好的照料啊，就这些。你怎么跑这儿游水来了，弄成这个样子？哎，起来吧，起来吧。对不起啊，我帮你。哎，你看你，擦擦脸。天一黑，我看不见路。天黑呀，谁也看不见。你要记住啊，黑泥白石，水影亮。啊？黑泥。走。白石，水影亮。文革那时候啊，哎，真吓死人喽！那些红卫兵啊，说要什么立四心，还要破四旧，他们呢又要把这祖屋分了住进去，我死都不肯呢。想起来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我们连信都不敢写回来。哎，那会儿啊，他整天看报纸，就是看不到乡下的消息。那几年啊，真是惨呐、阿勇年纪还小，老婆又不在。我爹过世我都不知道啊。哎，他就算知道也不敢回来呀、当时的环境又那么不好嘛。这话又得说回来啊，这次我们回来那可是大不一样了。我以为文革的时候你逗我，我逗你，没一点人情味儿。可今天我们回来呀、大家不是有说有笑的吗？是是。现在啊，比以前好多了。哎，别提这些了。对了，嫂子那时候唱的还是不错的嘛。那当然了。不会呀、这还用说吗？来来，唱这个。来来来，我来啊。你想想，对对对，来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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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嘞，行吧，啊木嘞，啊还有了还有了，啊别的话题啊，别的话题啊，海棠走到兰都地嘞，十分情意十难分啊你啊你，苦瓜落藤啊转借你啦。又甜又苦，绝不丢啊你啊你！海底珍珠，容易揾啊，真心啊妹，世上难啊寻啊！海底珍珠就大呀浪涌啊，真心啊
哥水上那个什么嘞？花一呀生来都会发酵。也照不到，我怎么办？嗯，给你手电。哎呀，你瞧瞧，我这脸都肿了，我这脸让蚊子咬肿了，你瞧瞧嘛。乡下当然有蚊子了，美国也有蚊子，喷喷药水了。算了吧，明天搬到酒店去住，这既不方便，蚊子又多。嗯，真是烦。阿耀，这镜子太旧了，怎么照人呢？嗯，当年我妈把这镜子当快宝，我小的时候连摸都不让我摸一下。阿耀，你听我说嘛，我们住在美国，离这儿这么远，这房子空关着太可惜了啊。嗯，还不如交给京城的公司，让他们去发展，我们拿笔钱呢，到美国买房子收租啊。阿耀，你听见我说话没有？哎呀，我知道你这房子是想传给祖地，可他不会要的。哎呀，这是真的。你干什么？哦，你还知道这儿有我呀？我要上厕所，在哪儿？你说。啊，那我照给你看，在那儿。啊，我这么大人坐得下去吗？来，你跟我来，在这儿洗个澡。到底在哪儿洗呀？哎呀，你先拿着毛巾给，拿着，就在这儿洗。在这儿。天热用井水洗澡最舒服了，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地方洗？不是在这儿，在那边。在那儿。有问题吗？我从小就在这儿洗澡，这怎么洗呀？没有水呀！哎，你先进去，进去，你进去，进去把衣服脱了啊！快点！哎，快点！哎，哎，等等，你准备好了没有？好了。哎，你要的水来了。
在外要多加小心啊。哎，哎呀，再狠一点，再狠一点。我说阿耀啊，你现在漂洋过海去赚钱，可要记住这儿才是你的家，你将来一定要回来呀啊！乡下的祖屋是留给你的，你一定要回来。阿爸，我知道了。哎呦，这瓶家乡的水你拿着，这袋里装的是家乡的土，到了金山以后掺上点家乡的水喝，这样你就不会水土不服了。阿爸，我都记住了。啊，我说阿平啊，你们出门在外，花尾渡上有卖叉烧饭的，路途这么远，你要吃饱啊。有什么事？阿牛，我到金山以后，马上就申请你过去。你先去吧，慢慢再说。家里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了。我知道，阿耀哥说什么？阿耀啊，上船吧，该上船了。啊，早啊，怎么啦？啊，想打水也不知道怎么打啊？不要紧呐，我来教你啊。啊，应该这样，把桶倒过来，放下去。倒过来。哎，来。啊，我知道了。起来。来了。要这样。来，让我试试。会了吧？这瓜好新鲜呢。啊，很新鲜呀，现在种着够自己吃就可以了。哎，以前呢，我这个整块地也不种的瓜菜，现在老了。啊，牛叔你先放下，我来帮你洗。啊，好，放下吧。哎，那我去熬粥啊。哎，瓜嫂，走，这么多。嗯。哎，走。走。哎呀，会打水了，真不简单啊。Fox， 是田鸡，你没喝过田鸡粥啊？真好吃啊，真好吃啊！啊，给你吃啊！阿爸啊，阿勇啊，你快点啊！你干什么？快走啊！哎，你干什么？走！我要被你杀了！走啊！快走！陈姐别跑！快走啊！陈姐别跑啊！你快走！我的钱包！我的钱！阿爸，快来帮手啊！放走的，哎呀，真是没用啊！祖弟啊，这是给你熬粥喝的呀。哎，快点，我看见他们了，在前面。放在这里。祖弟啊，哎，你看，他们来了。哎。
来来来，快把这摆好。妈，已经准备好了。好好好，来，大家快点来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现在可以拜了。把贡礼放这儿，放在这里。来来来，把烤猪放中间。哎，对了，把烧鹅、猪肩放旁边，放这儿。哎，对了。好。嫂子。都是因为太公坟地的风水好啊，所以你和阿耀哥在金山才能发财啊。哎呀，牛啊，你别这么迷信好不好啊，我们赚点钱都是勤劳辛苦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嘛。啊，那给给给，要是祖宗有灵的话，我们倒希望保佑我们不要在外面混，也用不着卖祖屋了嘛。你说什么？你要卖祖屋？哼！阿耀，你要卖祖屋啊？你是不是缺钱花呀？啊？我没有啊，我二叔公。你来评评看，阿耀一去几十年，这一回来就要卖祖屋啊？祖屋怎么能卖呢？这太不像话了，怎么可以把祖屋给卖掉呢？啊？这祖屋都可以卖，那什么都可以卖了。太不像话了，听说可以这样、香港人炒内地地皮炒得很高啊，那他们都忙着到这儿来炒地皮啊。好，那我们把我们的地也卖掉。哎，对呀，祖弟，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金城表哥向爹地提出说要收购。阿耀，你太不像话了。阿牛，阿牛，阿牛，看看。祖屋不能卖，什么都卖祖屋呢？这太不像话了。哎，妈真哎。阿牛，阿牛，你回来呀、阿牛。算了，要不先去拜山吧，这么多人等着呢。走吧。真的把祖屋卖了，我们大家还会这么高兴摆这么多酒席吗？二叔公，快里面坐。哎，好。到，二叔公，来来来，您坐这儿。二叔公，您坐，请坐吧。哎，这个位置是给牛叔的。叔公妈，您坐那儿吧。耀叔，耀叔，你看这人都到齐了，该开席了吧？啊。牛叔还没来，我等等看吧。哎，你们坐一下，我出去一趟啊。姑妈，您喝点什么？要不别等了吧，乡亲们习惯早点吃饭。我知道，我知道。哎，总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等会儿，再等会儿，耐心等会儿啊，别急啊，再等会儿啊。你干什么？谁说我胡说乱撞的？是不是你？不是我。进去吧，进去吧，进去。走啊！哎呀，这么晚了还不开饭，吃个饭还要看电视剧，简直是最后一集。姐姐，妈妈别哭，你别着急，快开饭了啊！二叔公，我是祖弟啊。祖弟不能卖，这祖屋更不能卖，你说对吗？
我到那边去看看啊。嗯，哎呀，勇哥，你爸爸到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等到现在还不回来啊。怎么还没回来呀？别等了，你爸爸是不是生我们的气了？不会生你的气的，咱们一起跟耀博说，让他别整了，好吗 ？OK。哎，开饭了！我说耀博啊，咱别等了，回去先吃饭吧。你看看你爸爸到现在还不来。别等了，别等了，客人们等了不好，大家等着开饭呢。Dad， come on， 别等了，开饭吧。嗯。进去吧，好，开饭，开饭，哎，开饭，开饭，开饭了，开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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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快快快，坐好坐好，上菜上菜，来来来，哎，来坐好坐好坐好，哎哎，坐好，坐好，上菜啊，哎，保持三两块，快坐好，来，小雨姐，哎，勇哥，哎，他会到哪儿去了呢？我也不知道啊。阿红，把菜端过去。不，他跟光叔最亲近了，可能去那儿。光叔，嗯，来来来，让我拿吧，快点快点，那你快去找找他呀。哎啊，那边那边，那我去找他。哎，哎，你替我照顾一下，我去找他。好，啊，那那个桌，哎，来。哎，你们先聊着啊，我去跟乡亲们说两句。各位乡亲。我阿耀离乡去美国40年，这是第一次回乡，在这里请大家吃一顿饭，我真是不胜荣幸，大家能到场啊！为了表示我对乡亲们的感激，我在这里要敬大家一杯，让大家跟我一起干杯，怎么样？哎，二叔公啊，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谢谢谢谢，开饭迟了，让大家等久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坐，你们坐。哦，是金城表哥。哎，徒弟 ，This is for you。Thank you， 这是送给我的。喜欢吗？啊，姑父，哎，姑妈，哎呀，瞧大家高兴的啊！哎，姑父，咱们俩好好聊聊，来来来，好好聊聊。这儿的风水真好啊，我都来看过好几次了。不但是风景优美，而且空气非常好。哦，对了，前头鱼塘啊，可以改成游水池。哦，没事没事，回屋吃饭吧啊。大家请，请。鱼塘怎么能够改成游水池呢？真不像话，不像话。姐姐，你看我想的啊，怎么样啊？哦，这儿呢，做一个网球场。哎，瞧瞧这儿，大马路从大榕树一直开到大门口，这儿呢就是停车场啊。哎，姑父，协议书我都已经写好了，就在里头。哎，姑父姑父，听我说，啊，按照香港的设计，这儿可以弄一个服务台。哦，对了，这儿一边一个站着 boy。哎租屋收购的事儿咱们慢慢再谈。哎，姑父，你听我说，协议书我都已经带来了，您只要在上头签个名就可以了。来来来，哦，这么好吃的菜。哎，姑父，哎，姑父，您只要在，哎，各位，你们好，你们好。这事儿你看，二叔公啊，这是金城啊。二叔公，你就是金城啊，不要再谈祖屋的事了。祖屋不能卖啊，这花好像是我的。祖屋阿牛也是有份的。哎，照着房契看来可是没有你的份呐，不信你看看。我不识字儿。不识字可以画笔画嘛，你的牛字是四画，药祖的药可是20画呢。这笔画多就吃香点呐。现在看来啊，
比话多就是吃香的啊。哎，我说总经理啊，我带阿牛来就是想弄清楚这房契到底有效没有啊。请进。谢谢爸，全村的人都等着你回去吃饭呢，先回去吧啊。你等等啊，我刚才说哪儿了？还是先听听总经理的意见。总经理啊，我在这住了几十年，难道说搬就搬呐？黄先生当然要负责安置你的喽啊！安置我？我就是不帮看他拿我怎么办？妈，要不又没有说卖房子呀？回去商量。过插嘴。哎，好了好了，我说阿牛啊，你还是先回去跟阿耀商量商量再说。再见啊！谢谢你们了啊！再见。再见。这个阿牛啊。爹，你要答应我。OK OK。爸爸，你先别动气，慢慢走啊。不要你管。牛叔。哼，你先坐下好不好？干嘛连饭都不吃？让亲戚看见，还以为咱们兄弟怄气呢。啊，你还会想到亲戚怎么看呢？啊，你连祖屋都卖出去了，这还不够丢脸呢？嗯，你什么时候看见我把祖屋给卖了？还说不是卖祖屋啊，连协议书都带来了。哦，那个什么京城干嘛从香港大老远跑乡下来呀？我今天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到现在你还想骗我？你讲啊，你讲啊你！你别那么大火气行不行？来来来，先喝杯酒啊。啊，留给你的，我不信了。哎呀，你爸，有话你别管，你不要生气嘛，不是说好？不要你管，大人说话，回小孩子别插嘴。你知道不知道？为了保住这间祖屋，我花了多少心血呀？啊，文革的时候。我的这条腿都差点被打断呐，这都是为了保住祖屋啊。嗯，还有，为了照顾你爹，我远处都不敢去。一放工我就回来为他吃饭，他有病，我就背着他去看医生啊。你爹临死的时候对我说：“阿牛啊，你一定要保住祖屋啊。”等阿耀回来，有个地方落脚。可你一回来，就要卖掉祖屋啊！呸！你对得住你的爹吗？你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硬邦邦，你让我讲完行不行？我就是硬邦邦，死赖着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吃了不成？啊！这间祖屋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想卖就卖。对。你有权利卖，我也有权利不搬。保留这间旧屋得花多少钱呢？哎，这么有价值的东西花多少钱保留下来都值啊。说的是这是国父孙中山嘛。以前在家多摘葡萄觉得好玩，没想到砍甘蔗这么辛苦，要是全部机械化就好了。中国平原少，山地多，以前种田要三弯腰。什么叫三弯腰啊？播种、插秧，还有割稻子。哎，
有你。勇哥。嗯。嗨。来了，一起拿枪，一起拿刀。现在大家休息。一起拿枪。我下去看看。好。我也想练练。嗯，你可以吗？试试看。那好吧。好。哎，过来。停一下，停一下。好，你们先休息一会儿。诸位，诸位，我们现在请刚从美国回来的黄祖娣小姐给大家表演，我们大家欢迎啊。哎呀，你耍关刀啊？是啊。哎，真不错。师傅是美国黑人、哦、那我甘拜下风、嗯、我甘拜下风了哪里哪里谢谢大家谢谢你啦哎老板这酒啊一定很沉的吧哎呀这酒啊是专门买给我好兄弟的哎再见师傅、啊、再见阿牛，阿牛，嗯，阿牛，你回来干什么？嗯，我，你再上前一步，我就不客气了。哎，你，哎呀，阿牛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别过来！阿牛，你究竟想干什么呀？啊，你发什么疯？你别胡闹了！啊！你，我偏不搬走！你休想卖掉祖屋！我有居住权，你跟沈祖牌讲吧！啊！你怎么老是这么蛮不讲理呀、啊？你不要用沈祖牌来吓唬我！这房子是我爹给我的，我愿意卖就卖，你管不着。哎，跟你爹去说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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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说呀，你怎么不说了？你怎么不说？哎，女的不可以碰神主牌啊！嗯，哎，爸，你怎么把神主牌都给搬出来了？嘿，小孩子懂个屁！我，哎，爸，爹，怎么回事？哎呀，这个是你爷爷。这有什么不可以碰的？你不懂，这个送给你了，拿着。我虽然不明白神主牌有什么意义，但是看到 Dad 捧着那块木板，一步一步走到大厅，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姑妈，如今在大陆搞地产大有发展，我们公司去年投的那块地呀、啊，现在已经翻了几番。姑妈，你不妨和姑父好好商量商量啊。哎呦，姑父，我们在这儿呢。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兄弟，来坐这儿，喝点什么？喂，他，来一杯橘子汁。我要啤酒。好的，金城啊，我那祖屋我决定不卖是吧？姑妈跟我说过了，姑父，我替你想过，不卖祖屋是对的。哎，无论怎么说，这也是你们皇家留下的祖业嘛。我说姑父，我跟公司研究过了，决定跟你租。瞧，这是协议书，
决定由公司向你租用15年，租金照旧40万美金。你是说租也有40万美金？是啊，我们公司认为这件祖屋啊很有特色，因此决定保持原貌，外观上绝对不变。这个你就放心好了，姑父。那租它做什么？我们想把它改建成一座既古老又时髦的度假酒店，进行内部装修。总之啊，不动一砖一瓦。这你放心了吧？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除非你说挖牛让它搬走。爹。这你放心，公司负责盖房子给他住，或者赔笔钱给他啊，这一定行了。你先在这儿签个字吧。你怎么不跟牛叔商量啊？有新房子给他住就行。对对对，好，祝我们合作愉快。你们准备搬到哪儿去住啊？还没定，看看体委会有没有定。对不起，没想到 Dad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实在不行就先租个地方住吧。哎呀，这点事你就别放在心上了，我们快点走吧。哎，勇哥。哎，他是阿红嘛。勇哥，来吃碗双皮奶吧。这是他爸爸开的，我们走吧。祖弟，你好，来吃碗双皮奶吧。我们好啊，我们有事情。哎呀，勇哥，是哎呀，勇哥，你每次从那走过，不是都吃的吗？来吧，来吧，来来来，咖啡吧。来来来，哎，这边有座位。哎，好。来，勇哥，哎，你坐这儿。祖弟，你想吃点什么？我要双皮奶。啊，勇哥你呢？我啊，我知道你呀，照旧。喜欢你是吗？你别乱讲啊！我跟他我才没有乱讲呢，人家是喜欢你吗？ 我跟他是普通的朋友，他喜欢我，我并没有喜欢他呀。别乱说，哎，你有男朋友吗？当然有。啊，是洋人呐、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你配洋人不合适，中国人配中国人才合适呢。只要我喜欢，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一样。哎呀，很多习惯不一样，一个吃饭，一个吃面包，这个怎么能掺和在一块呢？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这有什么呀，大惊小怪的。来吧，有的中国人呐，你也未必能跟他合得来。来吧，只要兴趣相投，管他是吃饭还是吃面包，你说对吗？快点吃吧，祖弟，快点吃吧。勇哥，香不香啊？好香啊。勇哥，我请你去卡拉 OK 好吗？不去。去吧，不去不去。那跳舞呢？我今天晚上有事情。哎呀，我陪你去好不好啊？哎呀，一块儿去吧。好主意，你陪他去，你陪他去。我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你老是找理由。哎，万人行筹款，我得开会，我们真的没空。你别老找理由，还是一块儿去吧，好吗？哎，祖弟，你跟他去好吗？我实在是走不开，以后再说吧，好吗？哎呀，太扫兴了。教育基金真有意义。勇哥，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啊。你放下！哎，不要搬了！你放下！哎，
要搬了，我叫你们不要搬了，放下，这是我家的东西啊。啊，我奉命行事，只负责搬东西，有什么事啊找我们头去。来，你把那东西搬给我。嗯，你一定是黄牛先生吧？啊，我就是。这儿屋主黄耀祖先生把房子租给了吴金城的公司，吴先生啊，他想请您一起来商量一下搬迁的事情啊，请请。这边这边啊，来过去。什么？去你！黄小姐，你这个构思很好，将祖屋改成学校可以考虑吗？不过体委怎么看呢？我们已经跟体委谈过了，他们同意交换土地。哦，可是由于涉及的单位多，而且拖的时间又很长，万一有个什么啊？如果你们单位解决不了住的问题，先搬了这儿住。啊，好啊，哎，啊，你看怎么样？好了，啊，谢谢，Thank you。跟踪我，我跟踪你呀，我说你跟踪我，你偷偷来这干嘛？你才偷偷的呢，这点本事啊，想当年我打水漂能打到对岸，你呀下去。哎，你怎么搞的？你想淹死我？你这样就打死你！我告诉你，没良心的东西，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我爹要是在世啊，准备你气死！你不听我的话，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说什么？我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你爹祖屋的东西啊，都快被人搬光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说什么？他们不是说好不搬祖屋的任何东西吗？啊，不搬！看见了吧？还不快去追呀！快点！怎么回事啊？哇！怎么搞的？快点，快点追呀！东西都拉走了，追快追呀！看看，快，往这追！两条腿追不上汽车，快点啊！快点！哎呀，我说你快点好不好？我这是最快了。快点啊！快点，要不然他们就搬完了。快！金城说过什么也不动的。是吧？哎呀，也不动，他骗人！你看看，你看看，全都搬出来了。哎，腿别动，不准搬！哎哎哎哎！哎呀，打，那是你爹留下的。哎呀，轻点，别动。哎。真险呐，轻点放。啊，又来了。什么奖状？谁打阿牛的？啊，我的。哎呦，我辛苦得来的奖状也都敢动啊。我还给你。啊，
神主牌了、啊，惹得我爹。我就摔死你！摔死你！摔死你！顾先生，你看看他们两个，你看这个。好，我来处理。别动你！连我爹爹敢动吗？哎呀！姑父，千万别乱来啊！把我的东西，我就搬你的人。你们把他们搬走的话，那么活谁给我干活啊？啊？你找吧，你咋了？快走走走走。神经病！哎，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我们早就讲好，不准你搬祖屋的东西。可你现在倒好，什么都搬，不能这样，不租了。怎么可以？哎，姑父，当初你说不卖，后来说好了要租，不租啊。走走走走走。哎呀，协议书上都签好了，讲明要装修的嘛。你要是不租的话，我怎么交代啊？那是你的事，总之我不租了。爹，没事了。你上去吧，你不是叫我为难吗？真是。同学们，你们好。等一会儿，大家还记得应该怎么讲吗？记得。好，请这边走，请。啊，哎，进去吧，进去吧。大家起立。吴先生，你好。我。吴先生，谢谢你让我们继续读书。好。这个班交还给你了。吴先生，我们出去谈谈。哎，好。吴先生，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了啊。盖学校嘛，我倒也赞成啊。我是说，把祖屋改建成学校。啊、可我公司是做生意发展土地的。这个我们已经替你想到了。政府批给我们体委一块地，需要投入资金来发展，有没有兴趣？兴趣当然有了，不过有些事情，说实话，我个人是做不了主的。那你先去看看地，看了再说，好吗？那也好，先去看看。好，走吧。走，走。这就是图纸上的那块地吗？就是那块地。啊，这儿靠江边啊，那儿呢也有高速公路，环境倒还理想。对，可以考虑啊建立个康乐度假村的。地是中外合适的吗？啊，是的。那么说是有批文的了啊？是国家批给我们体委的。表哥。怎么样？你们在看看不错吧？啊，不错不错。这块地啊，人人都说好啊，是我们重点的发展区域啊。哎，是啊是啊。怎么样？依我看这儿啊，很有发展潜力，让我们公司好好研究研究。好好好，尽快给我们答复啊。到时候我们再联络，你看这样好不好？好好好。太好了。我回公司商量一下，尽快答复你们。好。等你的好消息啊。不。忙，去月饼吧。来。你劝劝吗？对。忙，我来劝。爸爸，要不你们想吃什么？啊，你问他吧。我们一起吃月饼吧，吃月饼怎么样？好吧，啊，妈，我不吃。哎，阿勇，不要不要。啊，大牛叔，不吃。吴先生怎么还没来？我不知道啊。我不吃。他说不要来的。不来了。哎呀，你别急嘛。来，爸爸吃个梨。哎呀，龙肉我都不想吃。咱们都没地方住了，哎呀，我不吃。哎呀，爸爸，吃梨啊能清凉败火，你就是不吃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得想开一点，把这梨吃了好吗？怎么啊？教训起老子来了？不敢，这是您教给我的。哎、搞成这个样子，哪有心思啊？那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爸。哎，徒弟啊，你说这菱角是公的还是母的？哦，这个嘛，好像是公的，对吗？
这是母的，哎，这个也是母的，哎，公的。各位各位，中秋节到了。大哥，啊，姑妈，这是我从香港带来的月饼，您请收下吧，收下。啊，牛叔，牛叔啊，这份给您。月饼啊，对对。香港的，当然了，拿回去吧，你爸就是你瞎搅和，你误会了，误会我误会他呀，让他出去，我不要见到他，他会有什么好玩意儿啊？啊，你别急呀，那去看我的，哎，别生气啊，跟我来，我是特意来恭喜您的，什么？那这协议书嘛。啊，协议书，你来看看，这协议书上是你签的字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还想收租？你不要瞎扯！祖弟，这可是犯法的。表哥准备把祖屋办成学校。嗯，宾馆盖在体委批租的地方。哎，真是好，哎，真是我的乖女儿啊！你们真有办法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儿坐这儿，哎，那也可以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来来哎呦，耀祖纪念小学，这名字起得不错呀！啊，哦，姑父，你可美了，能光宗耀祖，可是把我给跑惨了呀！你不要急嘛，你也有份儿啊！啊啊，吴金城客室，怎么样？哦，哎，有匾，哎，来来来，拿来我看看，我看看，哎，我看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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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匾太小了，挂哪儿好呢？哎，您看挂在哪儿啊？哎，你说挂哪儿好呀？挂在挂那客室门口吧。那是厨房啊，那怎么能行啊？哎，将来要改为客室的呀。哎哎哎，这就有地方挂了。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放下来。哎，好好好，来来来。哦，对了，姑父，我进去拜拜历代祖先，也得造个签。你要拜祖先呢？啊，应该应该。是是是。哎，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放心吧，我们很快就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小学开学的时候，我们全家回来参加开幕礼，怎么样？哦，好好。哎，这么说，姑父啊，你们明天就回美国了？嗯，要走了。啊，姑父啊，我想，哎呀，你怎么现在就难过了？你别这样吧，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什么时候你想回来的话，坐飞机一下就飞回来了。你看见没有？什么？阿牛，阿牛啊，阿牛啊，阿牛啊！我们的鸟窝里有鸟了。哦，你来看，在哪儿啊？在哪儿？哪儿啊？你看，在那儿，飞来一只鸟。哦哦哦！回巢鸟啊！哎。站好了，哎，站准备好啊！哎哎，站好，哎，站这儿，哎，站这儿，哎，对对，哎哎哎。
还要啊？哎，你上去，啥也拍，来，你上去，你上去，二排，来，哎，大家站好了，来，站好了，站好了，啊，哎，我笑一笑嘛。哎，祖弟呢？啊，祖弟。是啊，祖弟上哪儿去了？不用谢哦。哎，苏弟姐姐，夏好，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走吧，走。这边